项羽，你礼貌吗？这个，哇，这个项羽七杠零，走到哪里金光闪闪的，兄弟们，550，兄弟们，西楚霸王550，什么概念？一把射星锤2100，等于说他杀他一次等于四分之一射星锤。哎，550，我操，550，兄弟，走的不是项羽，看来走的是550啊，大哥。我550回来。啊，550，这个项羽好稳啊。哎，主要是我把那个项羽杀了，不是我一个人拿550，是全队拿钱，兄弟们，他一个人的赏金可以比三个人，而且他是给到全队的，我操，550就给我手上，我550，但是这个项羽，我去，他给全队每个人至少有100多，这个项羽好稳啊。正是因为他身上背负着这个赏金，所以说他一直不敢死，你看到没，他都不敢上来卖了。我去，他真的猛，好想把他那一双翅膀给他开了呀！550，大哥，这个550，我去，大哥，这个550啊，我操！哇，这哥们太顶了，还没，我操，550，我操，550，兄弟们，你看到没？550，哥有钱了。